Hello， 嗨，这里是2006的频道。然后呢，如果你们还没订阅我们的话，记得订阅我们一下哦。然后我是肯特，然后他是布丁。那我们今天要来录什么呢？剪法。对，就是因为昨天布丁跟我讲说，他突然想要剪短，然后我吓到了一下，我就问他说：“你确定吗？”我确定。然后我就说：“好，那既然他来剪，那我们就来录一个剪短的影片，这样子给大家看。”OK， 那期待一下，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来操作喽。对，你会紧张吗？不会，我很兴奋，因为我好想要剪短。你确定不会后悔吗？不会，不然剪完以后跟我说会后悔哦。不会。好，我之前剪很短，我是剪到那个。下颚这个地方有吗？有那么短？有啊，我剪过这么短，然后那个脆胚吧，那个嘴边肉都炸出来。你那时候比较瘦还是？我那时候比较瘦。那时候比较瘦，没关系，还好，可以剪到这里。对 ，OK， 好，来吧，耶、yeah ！好，那我们要剪之前呢，首先我们就是先做一个基本的四大分区，把头发分成四等分。我要剪喽！好不、哦？兴奋兴奋！我最喜欢的就是把人家剪短。我知道，所以我才说，老师帮我剪短。啊，你有跟你男朋友说你要剪短？有啊，我昨天跟他说，他说没差。他没有喜欢就好了。他没有差就对了。他没有长发控。有的吧？有的男生都有长发控。他有可能口是心非啊。也有可能。剪之前我们都会先稍微喷一点水，因为头发要有湿度，再剪起来会比较舒服。老师，你有看过一个影片，就是湿剪，他就是一直狂喷水，然后觉得那个头就越来越湿，越来越湿，然后湿到水流下来。我本来也想说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要不然等下我们剪前面的时候也这样。谢谢，我有化妆。好，来喽。跟大家说，我们接下来都会很努力的生产影片，然后来给大家看。对，有各式各样的影片，就是可能有关于美发啊，或者是可能我们平常的居家保养，或者是可能怎么造型那类的，就是关于美发，我们都会录个影片，然后让大家看。对，然后我们也会录一些可能 vlog， 我们出去玩啊，或者是可能我们今天做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对，我们也会就是录成一个影片，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们除了在工作之外还可以干嘛，还可以干嘛？对，老师，就像我们五月要去那个员工旅游，对，我觉得那个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录个影片给大家看，对，一定很好玩。但是千万不要把我推下水。好，可是我想把你推下去，因为我不会游泳。我也不会游泳。真的，你不会游泳？我不会啊，可是我不怕水。可是我怕。可是我很怕高，因为我有一次去小琉球玩浮潜的时候，往下看不就看到海底吗？对。我以为我会认知说那是高的。哦。对，所以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很害怕。可是小琉球的浮潜是不是有教练拖着，然后你会拉着那个绳子？对，他会拉着那个，他就拉着那个泳圈跟绳子，然后一起走。可是他就是只要一个人如果有状况的话，他就是全部的人就一起带上来。可是那教练也很厉害呢，他一个人要拖这么多人。对啊，那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很害怕，然后我就狂吃水，所以我就自从那一次我就不敢再玩，因为我觉得他就是高，很恐怖。对，我觉得常惧高症蛮严重的，我连那搭电梯啊。不是有透明的，透明的，对，我都不敢看，我会怕。那你一定也不能坐缆车。缆车我还可以，就是我不要往下看，我就可以。那如果缆车突然晃了一下，我会很紧张，我会整个是扶着的，吓烂那种。所以你们就是可以观赏我们的影片，我们到时候会陆陆续续的把影片新增。
然后你们就可以来观看我们2006 Hair 的影片咯。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也可以帮我们就是下面留个言，给我们一个支持跟加油，然后帮我们订阅加追踪，对，赞，给我们家的剪辑师一个鼓励，不然他剪得这么辛苦又没有加薪。对啊，又没有加薪，好可怜哦。不会，这是一个学习嘛，对，对不对？十几拜拜。对对，十几拜拜。好哦，我们现在后面已经剪完了，那大家从镜头看一下，就是平的这样子。嘿，那等一下我们就要剪前面咯。不需要那么近，谢谢。你们平常下班都是互相剪头发吗？谁？你们呢？我们吗？我们啊，我们就是大概会有员工这样。算个半价单，就是洗剪的七折这样子，原价七折，对对对。千万不要以为我们都剪免钱哦，没有这回事。我等一下会在柜台付钱，柜台结账，对，对，结账。这也是算是一个提升业绩的手段之一。对对对对。刚好如果这个月业绩差10000块，我可能就叫同事漂一漂，拦一拦，不然就叫他接吧。那我在这边摄影是不是也太浪费了？我少赚了一个剪发的业绩。啊，我们头给抢去。没关系，我这赚来也是要发奖金给你们。其实他在老板在赚我们的奖金费。赚奖金费，这年头老板不好当。我们要换剪另外一边咯。通常呢，我为了要两边长度一样的，我都会这样稍微比一下，然后再做修剪，这样确定它不会录太近了。不会不会，因为我这毕竟要维护一下老师的形象。你看是我的头发耶。为什么你想剪短？不知道，我每到一个时期的时候，都会想要把自己改变一下，就是剪短，然后自以为很有个性。开玩笑啦，定期剪发是好事啊，你这样头发才会越长越好啊。对呀、啊，也算是养发的一个小技巧。是的，没错，不要舍不得剪头发，头发还会再长嘛。没错，没错。就像钱一样吗？花了还是会再赚的。对，像男朋友一样，花了还是可以再赚。哎哎哎，还好吧。对，不要这个还在热恋中哦，不要这样刺激他。我求稳，求稳定。吓我一下，我以为求稳，求稳交，稳定交吗？求稳定。对啊，稳定好了。非常的喜。那如果稳定每3个月换一个男朋友，算稳交吗？算了。算吗？不算吧。那稳定3个月都换一个？稳定杂交。这个不能放进去了，老板。直接。这不行啊！是烂交，这是烂交。啊，烂交，烂交，烂交。可以啊，可以啊，因为我觉得我刘海好薄。对啊，我觉得刘海。你要当一下氧气。我没办法当氧气美，不够美，不够瘦。可以啦，你没看过那种 king size 也在走秀？
老师说你觉得我是哦，他都一直强调他当初面试我的时候我很瘦我很瘦我很瘦，好像好像认识多久啦，那个手背有多应该有五年了，他是讲了五年，五年了，我有讲到五年这么久有，可是那个手背真的是很，那时候我都会穿无袖，那你现在我想不敢，我怕吓到人没关系，吓到人之前你会先吓到自己那你现在会有时候在家无聊的时候然后把以前衣服拿出来穿吗？不会为什么？可是我会很想要穿，因为已经不在家里面什么东西，因为那衣服都丢掉了已经不在家里面了欸，可是我会舍不得丢，我想说我如果有一天再瘦回来我可以再穿回来，会有那天的吧，会啦，因为会有吧，会吧，会吧，在录影承认我不能乱讲话好，我们剪完啦，看是不是换了一个人啦、OK 吗 Sarah 老师？可以啊，我觉得我更年轻了下次就要换他帮我剪了，然后换剪成一个男士剪法的 Vlog。 好啊，帮你剪一个帅气年轻个十岁的，不是，所以他现在不帅气吗？他上次那这个是我剪的、哦、是我现在不年轻，他这个是我剪的哦，他现在也很帅气，所以意思不要逼我给压力不要逼我给压力等一下我们竞拍一下作品的完整 OK 竞拍吗？影片竞拍，这样竞拍吗？这样吗？太近有点太近好好等一下哦，好嘞